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独角戏，要上场的这两位大家一定也非常的熟悉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薛文斌、单冰。小杨，大家好，大家今朝蛮开心，我出来兜兜啊，我等了屋里闷个交关辰光了，瞎讲嘞，终于出来了，哎呦，我现在开心，侬现在出来了，我就侬控制了我点，我丈夫自家头就控制不牢我自家，控制不牢啊，开心，为啥开心？讲一讲，今年这个年头来讲特别好，如果今年阿拉单位生活比去年都交关，哎呀，旺一旺是吧？对交关人来讲，今年才是个重新的开始，伊拉讲扭转乾坤是有道理的，对个，我有辰光侬讲讲不，真的就会都讲得来，对吧？今年大家对我特别好，是吧？为啥晓得吧？2021年对我特别好，哪能特别好了？我说啥？侬说不想，侬说对，侬说在摇头和面部都老句，什么讲啊？不梗。够没够嘞？啥个是够？说够！今年啥个年？牛年，牛年。不得讲嘛！今年我搞了啥地方都看出来了吧？没呀！犯太岁耶！哇！我好痛！今年人呢？你是有毛病，人跑出来！耶！哎呦，三爷！不行了，等，我跟人家我问问就行了，兵啊！犯太岁啥个意思？侬晓得吧？啥意思？懂吗？啥意思？不懂啊！讲拨侬听，犯太岁呢，就是讲侬个鼻塞出眉头要出一年来了。犯太岁，懂了吗？俗气，哪能我俗气了啦？样样听，侬要从好方面想。犯太岁呀，侬对不啦？我跟侬讲，这是好事体啊，搿是好事体。这个人我过了平平淡淡的，一定要有点曲折，要有点坎坷，是吧？那我要得自家定人生目标。我讲一讲侬人生目标，我要鞭策自己，我得自家今年一年的人生目标就定好了。啥个目标？已经开始了做了啊！我目标除脱要医好以外，要会得避，会得逃。好啊，避逃医，用对吧？我接下来我要准备出本书。搿四个故事内容一定要精彩哦！等到伊精彩了之后，对伐？大卖，等伊卖脱之后，我再同名小说再弄部电影，等到电影再大卖，我再出第二部、第三部、第四部，好，弄点周边产品，再弄点手办，再做点毛巾，再做点搿个啥个笔记本啦。我控制勿牢侬哎，侬好定了呀？啥啦？侬要拍电影对伐啦？侬前头讲个交关事体，现在拍电影后头个事体。哪能啦？拍电影顶顶重要是啥叫？啥物事？演员啊，像啥个男主角了、女主角了，侬寻演员啊？有没办法弄呀？侬啊，男主角，我寻我啊，早想好了。价钿便宜，没好控制，不要讲出来，对吧？侬做男主角坑吗？当然坑了，坑了对吧？嗯，我跟你讲，搿勿是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这剧本要写了好。对呀，电影名字要起了好。现在电影名字老瞎起不起了。我得研究过啊，研究过啊。拍啥个电影，人家会得进来看？拍啥个电影？一定要今年哦，比如讲最行啥个电影啊，啥个电视剧，我就找到人家个名字，内容拍的跟人家不一样啊，名字拍的差不多。名字跟原来像啊，所以那么人家观众不晓得，你个啥？好像蛮熟悉的吧？是个呀，那么就进去看。哎呦，那个老起来了，对吧？我就想好了，前一枪追我们这电影，啥电影？叫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干嘛？俺们拍啥？我拍啥？俺们拍啥？你好，李莲英啊，浓妆女子狗，漫舞，我把那道具准备好了，一步到我的快递，哈去一刀就是一刀。谢老师，哪边一只女子狗啊？把卡的呀？把我还要养死嘞！哪能啦？浓妆女子狗，侬想哪能啦？我们调好吧？调在那个，四大名著可以的。大家这个再熟悉了，我要么跟那个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可以。我拍啥？俺们拍啥？《西游台》。好，《西游》啥么子？我们要搞好不啦？《西游记》啊？对，《西游台》啊。不在讲那个《西游台》了，不是我问侬，我是讲那《西游记》还是《西游台》？哎，我们西，不老了吧？西游台啊？
我我就认为西游记没几啥地方来谈呢，根本没谈，啥地方谈？西呢？好了，开始搞了，对吧？一个搞就谈了，我叫让伊搞，谈伊一搞对吧？我搿部电影第二部就好做了，对吧？再搞一搞，我第三部，来，我这一辈子再搞了。快点，他快点，走了，快点，晚上你可吃老了，兄弟，算了，西游记，哎，唐僧，哎，孙悟空，对呀，那动物什么呀？那么西游谈了啦。你那西游记嘛，一张活生一张猪肉，哎，阿拉西游台嘛，就那张台呀，侬就一只台呀，那我男主角我一只台呀，台哪能不复杂？男主角来都要哪能啦？好，哎，那个那个兄弟，哎，我也送侬句神句，啥神句？龙吟虎啊，我这侬讲呀，哎，滚你妈了个蛋！吃了好了，侬啥啥人吃个拍鸡蛋啊？好了，我晓得侬不要跟我搞了，好吧？就是我讲的嘛，侬才不满意啊。搿能介，侬讲，我根据侬来，侬讲侬要拍啥电影，侬要拍啥个内容，啥个风格，我找到侬来。我现在脑子里七分多了，听我的、啊、对伐？我听侬啊。那我现在问侬啊，侬现在搿只正能量的，好像正能量，恭送阿拉伟大祖国伟大党的电影有伐？正能量，有呀。讲，我就拍侬。我就拍侬呀，拍我哪能？侬是男主角，我只好拍侬一生，从侬养出来到侬走脱。啊，拍没拍我就走脱了。啊，老公身上有正能量了。拍侬一生的搿个故事，只好反映出来阿拉时代的美好。阿拉现在整个上海的变化，从侬养出来开始，一直到侬将来。哦，对不啦？搿好不啦？正能量不啦？正能量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名字我想好了。啥名字？有一只电视剧叫《成长的烦恼》。对。侬正能量。嗯。侬搿部电影就叫《成长不烦恼》。那侬就瞎讲了，是人总归有得烦，侬没烦恼吧？不可能啊！侬太不了解侬自噶。哪能呢？那我讲讲侬搿只故事啊。侬讲，侬搿只电影一上来要麻麻哈，麻哪能麻麻哈？麻麻哈，哎，两个几个白颜色的字打出来，哇！1977年，乖乖跳了介远啊！侬搿只故事要从1977年讲。哦，搿个一年是非同一般的一年。哦，因为啥晓得伐？为啥？迭个一年地球上出现一样物事。哦，啥物事蛮长了蛮快哈？哟。啥浮物体？哎，四气球、飞气球，哦不得嘎的，四蝌蚪、飞蝌蚪，哦不是，此物体受天真地秀，吸日月之精华，哎，虽有通灵之意，哎，久之化为人形并有的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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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侬呀，那么大肚皮有侬嘞，搿是侬，不是搿辰光就地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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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哎，搿是胎动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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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这这错勿错勿错，侬是男主角，男主角侬出来要有背景音乐，太夸张了，对伐？哪个侬我跟人家一样养下来就养下来了，养下来，但显示得出侬是啥个男主角了？哦，我养下来，侬跟人家不一样啊，我不一样，为啥晓得伐？哎，因为。人家嘛，肚肚皮，食药排胎，8到9个号头快点就下来了。哎，伊不是个，我哪能？伊拉妈只肚皮大概已经是10个多号头，伊不出来，啊，我不出来呀。伊拉妈发老急了，跑到医院里向，这肚皮搿辰光都10个号头老早就出来过了。啊，那肚皮已经大得来，不加大吧？哦，当心点！哎，当心点，当心点！医生，哎，哪能了？医生，哎。我来看看呀，叫医生看呀，医生，侬看看小人会得出啥事体吧？伊是不出来，怎么加大了？伊等到你这个哪弄不了？又讲呀，医生帮他娃从头到底做了只记录。哎，有问题吗？你讲这个小人是健康的，那么伊为啥不出来呢？健康的啥地方出来的？你怎么老正常的了？伊想等个肚皮里多等等想出来的，多等啥的？讲不定养出来身体好呢。哦，对不啦？后来俺妈发老急嘞，嗯，因为毕竟没养过小人，第一胎，跟小10个多号头来活下来，俺妈回到，俺妈跳了啥？妈，阿拉妈肚肚皮啊，双飞，先搞我，肚肚皮搿能介跳法子，哎呦，跳出来！哎呦，我在骨头轻呀，不是我裤衩跳了老远，差不多了，跳绳不够啊，跳橡皮筋，蹲到地上滚，侬等我滚。跌到墙头上，
转了吗？吃饱吃是没有？啊，等我出发去了，等一步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了。我晓得了，阿拉妈不像样，阿拉妈不要，这边人我留他，哪能叫留他？那妈发钱，想那个快点跳下来，哪个能干样子个？咋地晓得侬来那个开心，就是不出来，不过啥也不出来了。为啥不晓得吧？正能量，对吧？大家长得上弄了，那妈肚皮里的宝宝就胸有胆子了。哎呦，我噶狠嘞，弄得自家人生目标定好了，我噶结棍啊，要么没出来啊，要出来我要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哦，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。哎呀，我要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哎呦，我要么不出来，要出来就要等到1978年十月一号出。那个十月一号我可以讲，对吧？不新鲜，不新鲜。为啥我一定要等到1978年呢？1978年都不晓得，噶多个年纪不晓得啦？不晓得，正能量，阿拉不晓得。改革开放第一年，第一年，侬要跟改革开放成为同类人。正能量吧，正能量，弄啥呢？1978年十月一号，哎，出来了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咋听到采访里头，就是放炮呢，砰啊，出来了。人家小人紧跟着出来，哪咣咣哭个，谁是别人啊？伊不是个，啊，伊出来的一声喊，我喊啥？声哭，把声音声哭，出来了，开心吧？有难道吗？那屋里向？养出来是开心的，当然不对。医生给你报道，伊拉妈手里向，伊拉妈接过来看，哎呦，搿小人没黑，皮肤全部勾了一道。但是从小看得出伊漂亮，两只眼睛大了不得了，两只眼睛滴了跟月牙大一样。一只头上就眼睛，三分之两个眼睛。人没瘦过来，没把黑勾了一道。医生给伊拿过去，那妈接过来一看，哎呦，搿小人好不像个呀，是啊，换两只眼睛呀，对呀，哎呦。到我神，我神就是我神，不是小人才个那样子的呀，夸张了。对了，我们医生起来，医生啊，那个小人养养下来，老早关照呢，那个名字得起好呀，一张出生证要是对，那叫啥证？啥证？出生证呀？出生证？出生证？刚刚清楚，出生证。哎哎，医生啊，那个出生证要等于白白的。到底啥个这样说？出生证呀？确诊中了吗？那我口子干不清楚啊？确诊中了吗？确诊出生证呀？确诊中了，一张出生证的，那等于名字送回不都想一想？那这个没名字，没登记，哪能？省心啊！来来，伊拉爷发起来，给伊拉爷说，侬快点名字起起啊！名字起好，伊拉爷姓随嘛，老随。哎，老随，老随，侬等于随便起这么好了呀？随便随便，侬姓随随便。我就跟人家出来这名字啊？你起这名叫随便啊？那侬好随便呢？那要发钱了，那个侬好瞎讲八卦了。那小人好叫随便，搿将来得了了？不可以啊！哎，对，我帮伊起个男小人，文武双全，文武兵，随便。哦，我搿名字迭能来？侬上名字实际浪向就是搿能随便起出来的，对伐？而且又来，可是我还倒起了蛮好，随便，倒也蛮好听，对伐？养出来了，那屋里有烦恼伐？到现在有烦恼伐？侬讲到现在，哎，的确倒是没烦。不光都没烦恼，后头好事来了啊！那好事天了爷，原来是个农民，摇身一变进到厂里上面头就工人。那个辰光叫农转非，伊拉个老爹，当时辰光好了人民日报高头一篇文章，讲安徽凤阳小岗村有18户村民，大家集体耕地包菜到户，哎，伊拉老爹也发动一帮村民，大家一道集体耕地。哦，阿拉搿个年代没人敢搿样子，但是伊拉老爹胆子大，搿报纸上登出来，搿物事肯定政策马上出来了。到辰光又有得上交公粮，又有得余粮，自家吃得饱再蹲下来。老好啊，后来真的政策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正在了人家屋里用证，搿个票证的辰光，哎，伊拉屋里要吃啥有啥吃，要吃好。后头我还讲，搿个侬可以搿个申报，哎，就是小辰光养出来，辣辣八月，辣辣长身体，我要吃了好，搿辰光吃了好了，吃了上一码就一码。对呀，像我就小辰光没吃，就乡土了，对不对？我天天都在屋里打篮球，跳不用那样，上不上去啊？没办法呀，第二道搿就吃了好，哎，到三道辰光。就加高了，没办法的呀。到了18岁的辰光，糖尿病了，来吃点打针吧，屁，真要钱。哎呀，今天有病吗？屁，这夸张，没那没那么好，营养好呀，太夸张，羊掉脱了，羊羊好么侪包白银，羊羊吃到白相么侪白银，哎，伊拉羊羊有辰光啥药，知道人吗？伊拉羊羊啥药？随便，哎，再帮侬养个弟弟或者妹妹好吧，都可以啊。就别的辰光才开心的，就搿句闲话问出来，砰，地浪向一坐开烧，娘，没我讲过嘛是啊？
哎，那就搞得这个叫天真烂漫。哎，我跟他我原来是腔调，我没搿副腔调，对吧？我讲到现在有烦恼吧？哎，照侬定格讲，确实是没烦，没烦恼。一转眼十年就过去了。哦，十年过脱了。1988年，有啥歌㑚记得伐？啥个歌？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，十月的阳光。我们走进丰收的季节，丰收的季节。丰收的季节，丰收的季节。哎，伊拉屋里丰收，好事体来了，伊拉屋里。好事体又来了，对吧？当年辰光，人家侪是平平淡淡，那屋里向不得了，万元户。哎哟，乖乖，当年搿辰光万元户不得了啊！那可是新鲜的不得了，大家夸看看人家万元户啊，结棍了。搿几百年勿联系的亲眷侪来了，侪来了，跑到伊拉屋里，哪屋里万元户啦？哎，来来，邻居道里侪来了，来呀来呀，哪屋里万元户啊？来呀来呀，石高头侪跑进去，哪屋里万元户来呀？不要来，石高头不要来。这是弄弄弄弄瞎讲，我是万元户啊，不得了桩事体啊！万元户是狠啊，对不啦？伊拉爷有钞票了，嗯，心思开始活络了，哎。也比两妈难看啊！我去跟他娘做，那讲，阿拉爷准备哪能做？你做，侬刚好可以，别先来刚好来，你让他我去跟他娘做。来，拿走，拿，侬，哎，侬离我远点。刚哪能做？上来唱，我今天都来离五十来，不搞。那伊拉爷现在有个想法，啥想法？伊拉爷想到市区里头买套房子，一家门结婚来成为城里人，阿拉娘。可以吧？哦，侬的意思是讲，阿拉爷要买房子了，一个梦想可以吧？对不啦？刚刚清爽的啊，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呀，想不想不盘盘事体会得成真的？哎，上就是中国参加房屋拍卖，就是上海房屋拍卖成立了。哦，那爷连夜排队领号头，等个市区里买了套房子，一家门接过来，哦，买房子了，城里人。嗯。对吧？开心吗？开心。伊拉妈也有钞票，哎，心思活络了。哎，伊比伊拉不难看了。听隔壁老王闲话，回去给伊拉爷揍。还有到老王的啦，讲我，还侬讲，侬离我远点。阿拉妈有老王的嘛，侬讲。伊拉娘讲，可以。伊拉娘讲老王讲讲啥？老王讲，哎，伊呢？哪能？叫我，老王叫我回来跟侬讲，哎，要结婚了。那我不是干呀，我生死我不能听这个。阿拉娘，那，阿拉娘又不跟咱老头子离婚，哎，你结啥婚呢？你弄个洋盘吧，侬不听不懂。新娘那爷娘搿个啊岁数的人，当时辰光搿个年代，哎，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，对个。有过一段辰光，特别流行一桩事体，啥事体？补办婚礼。哦，侬的意思，阿拉妈要补婚了，就是来桌头摆一摆。亲眷邻居喊得来，大家坐了闹忙，台银在一起。阿拉娘做没做？俺妈都要多少要折台银的人了，该的。哦，哎呦，搿一天哦，真的开心哦。哎呀，这婚纱当然老值了啦。搿年龄，这婚纱也不像嘛。哎呦，伊拉妈都干扰伊拉爷，看起来走红地毯哦，那走当当当当，走进去哦，都可以让妈嗲子走。阿拉妈的，老李啊，老李今天夜里多吃点哦。哦，多吃点，先吃啊，老就吃啊。哎，别客气啊。哎，老王啊，那妈嗲呀，嗲嗲可以了，手术上去了，人嗲可以的呀。阿拉妈可不是嗲，搿啥物事？搿是风骚，啥子嗲？就伊拉妈穿了啥衣裳呢？这啥衣裳？旗袍，好看的。伊拉妈当初辰光一只腰身已经加粗了，还扎个旗袍，那样子有的，勿该打个地方侪打，勿该凹个地方侪凹。要来搞，扎个旗袍搓开到伊拉，真的，老累呀。那旗袍，哎，我勿开侬疙瘩，那长衣服啊，啊，你勿开，那么跑勿过呀。旗袍搓开了，搿搭一步子冇开来个呀！阿拉妈就讲别人了，那有可能讲了。侬不要担心呀，那妈不会走光了呀。我讲那不会走光嘛，那妈外头扎的是旗袍，里头扎了一套绣绣红的棉毛衫裤。那我晓得了，哎，阿拉妈是潘金莲，是吧？棉毛裤啊，老早人在行搿能扎个晓得不啦？两块多个的，来弄了个。哎呦，当年侬几岁？我当十岁了。十岁，十岁。伊拉爷娘只想着叫伊做证婚人，伊家头立了台当灶，伊拉爷娘立了后头。
没搞不赢的。今天啊，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了，对，我祝他们百年好合，白首偕老，永结同心，好，永垂不朽。我晓得嘞，我爸爸爸妈妈结婚，伊拉开追悼会，侬小人呀，刚出得过不闲，我们老正常的了。哪个能讲？我预备来的呀。哦，我预备来。今天晚上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对了，老酒多喝点啊。我们等一下要碰杯的，要的。等一下我们共同举杯，让我们同归于尽吧。神经巨爆！我祝愿他们永远的年轻，永远的幸福。对，祝他们早生贵子，圆满。港东腔调有嘞，港东腔调还有嘞。没敢讲了我，刚才自个讲到抽筋了，开心不啦？那屋里有烦恼不啦？我烦恼算不上，开心啦！大家一转眼，没烦恼一转眼又是十年，哦，又过他十年了。1998年又有工作了，家手里拿了点积蓄，这个辰光有条政策，房屋扶贫户，伊拿了搿点小的积蓄，蹲辣了市区里买了一间老小的亭子，小房。到2010年的辰光，世博会开一动迁，一笔钞票拿好。动迁，我刚成一套150平方房子又拿好。还是房产嘞？两平房子房又有交关，这个隐形的富豪啊！我刚刚到这心里就老恨，对吧？开心的啦，侬开心啊！一转眼十年又过去，又过这十年了。2008年，人生新的篇章打开了，迈开新的一页，跑到家子湖，我们带牢自家的新样子到北京看奥运会。对吧？我问侬，每天搿辰光辣辣体育场里头，加油加油，开兴奋伐？兴奋！每天下半天，加油加油，兴奋伐？兴奋！夜里加油加油，兴奋伐？兴奋！回到宾馆里困得了伐？伸出双脚来困。兴奋！干兴奋又兴奋又困不得，回到宾馆里除了创造人类还能干什么呢？不都开始养小人了？对呀，身体这么好。囡恩老快就养出来了，是个呀。奥运会看好回到上海，囡恩就老大了。妈妈，我要喝奶奶。不对了哦，亚叔。哪不对？辰光跑不拢了。哪个辰光都跑不拢？嘛，奥运会刚刚结束。这奥运会结束了，小女回来吃奶奶了，跑不拢了。真好呀！哪能真好了？等，真好不对。有句我听到过了。大爷，叫猫三狗四嘛。啊不。爸爸，不要激动，别激动。那我中啥？别激动，有句话，有句讲法吧。债务向下欣赏，向欣赏。债务，你不知道。爸爸，我真他妈的，爸，我讲了，侬说越狱，想想侬刚刚有什么嘛？有讲法呀？听好，那叫啥？那叫啥？这个叫悲愤喜剧。我没讲过。我呢，身体这么。弄出来了，弄出来了，已经养出来了。一转眼十年又过去了，2018年，单是2018年，一直到现在，甚至于到将来，那屋里不要讲烦恼题目嘛，好事体，那是你一张接着一张，哦，好事体呀。那当然了，侬想呀，现在队伍老大了，工作蛮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俺爷娘退休了，退休工资蛮高，俺就到处白相相。是，对吧？俺老家最狠，俺老家呢，当年山东政策下来的辰光，伊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哦，补贴蛮好。有了老房子，乡下头套房子拆掉，重新造了一套别墅。小别墅。那老爹今年几岁？88，88岁。一家头住了一套别墅里。最近跟我讲要寻女朋友。那个88岁了。也寻女朋友了。那伊拉屋里身体好，不是一家头，是遗传的，晓得吗？那能情况？我的老爹，侬不不来噻？侬不是我小到头一家头老孤独的，但是侬要寻女朋友这个事体蛮难的。要么搿能介，刚好个时代，我告侬。现在到五 G 时代了，对个，才好上网了。我们都上网不想想吗？我上网，看看直播，看看连续剧，样样不是好不想。哎，俺老爹现在红了，我都不想手机了。哎呦，一个辰光过年的辰光，伊拉老爹还发只视频过来等我拜年。哦，俺们老爹我都发视频啊，80岁个老头啊，哇，一只视频发过来。哎，我看，哎呦，伊拉老爹嘛，我看离开了。我阿爹，哎，现在干了过了哪能啊？阿哥，我现在在他，俺们老爹。今年爸爸88岁了，叫弄只小中生叫阿哥吧，忘年交呀，没跟人家忘不是个呀，我这心态也年轻呀，把那老爹叫侬阿哥，跟我叫侬长得要，这个辈分留脱了，侬自家带老辈分叫嘛，没他便宜嘛侬，那个大哥我那黑。
伊现在伊年轻，伊身体还好，晓得吗？还能叫？阿弟啊，侬一起不啦？呀哥，我一点也不一起啊！刚好我时代，现在有的啥个吃，有的啥个吃，哎，要不想啥，有的啥不想。娘娘在。我一家头蹲了屋里，天天手机看看，电脑不想想。开心。对吧？我现在开心的不得了，干啥？今朝夜里向侬到我抖音直播间来，我直播唱只歌拨侬听。哦，伊拉老家还做直播，阿拉老家还有直播唱歌啊，哪家是娱乐主播，跟冯提莫不一样。夸张的，这电脑摆好配好了，我这喉咙接好，这歌唱的来得好得很。啥歌啊？俺老家是哪个才能唱？预备起，嗯。再过个十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为了祖国该有多么美，天也美，地也美，春光多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都是光辉。啊，年轻的朋友们，抗战的奇迹要靠谁？要靠你，也要靠我，要靠我们勤勤恳恳的美。